来啊，我们开放 call in， 第一位是高雄的刘先生，刘先生你好，刘先，你好，刘先生。啊，你好！哎、欸，刘先生你好，欢迎啊！哎，你好！啊，哎，各位来宾大家好！哎，你好！哎、欸，我有一个问题哈，是，就是我民国八十年到七十八年到这个八十二年啊，我代表一个唔知国土的中华民国去出国比赛，就是我本人。嗯嗯嗯嗯。结果的时呢，在香港啊吼，看了足多条，我较紧。从迄到今，我唔捌出国过。哦，看未起。哎，看未起人。好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因为国民党诶吼，就往中华民国咧骗人。嗯嗯。我讲领导我诶，你要同意无啦？嗯嗯嗯。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咱绝对爱用台湾诶名义出。嗯嗯。安尼咱才有几多机会有用途啊？因为我诶对人吼、哦，总冠村。嗯啊，伊遐吼本来拢有来我遮咧找，嗯嗯，啊，咱嘛无咧甲讲伊是国民党，伊啥物党，嗯嗯嗯，哦，结果即摆拢无来，干那因为我甲讲啊，恁总唔对，嗯嗯嗯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也所以讲我拢难讲，嗯，啊，因咧吼，嗯，小校中校吼，啊那样咧讲，你过大陆讲啊，讲咱拍袂赢大陆啦，嗯嗯嗯，人讲道理的啦，唔是讲赢唔赢嘛。啊，阮即个特战部队的是过因那边，我是不爱个，因为电视顶我较不爱讲这啦。嗯嗯嗯，啊，所以讲，啊，台湾过，啊，阮死无伊的，啊，阮唔应该。嗯嗯，啊，就连前去人爸爸，啊，阮就我四十四年厝的，是，啊，我即个咩嘛，好，啊，国家敢无照顾阮？无嘛。好，刘先生，感谢吼。哦，所以讲哦，是。好，希望讲哦，咱台湾的同胞哦，爱团结，爱团结起来，安尼吼，爱对稳，好，多留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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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咱讲啦，你头下讲了香港，竟然香港看不起台湾人啊，吼，啊，香港土地是偌大，人口是偌济，吼，啊，因够有民主，吼，就那像成龙讲，选你就是天大的笑话，啊，因敢会当选总统，啊，因甘愿咱的。有特首啊，你讲也瞧不起台湾的选举，起来是这样吼。所以啊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台湾人啊，尊严只有自己拼了吼。来，台北的李先生，李先生你好，李先生。洪医生，各位来宾大家晚安李先生你好。我是胡林嘉佑啊，我罗文凯时阵我有卡点的礼拜吼。我是对于咱本台吼，重建台湾的新阶段我非常的支持哈。嗯嗯嗯。啊，我有两点啊，大家报告一下哈。是。啊，最近吼缴税吼缴了真痛苦吼，哎、每一个胡伦社友在我门前吼，啊缴的税金拢超七位数、八位数、九位数，上少的吼个人的经理人吼，啊，佫有超过六位数，表示赚真侪钱。啊，但是问题是国家预算我要过啊，嗯嗯嗯嗯，但是阮是讲，因为台湾的新价值对社会福利、对这弱势族群，阮税嘛是缴缴，是，但是嘛有一天吼，吼阮这大家拢移民啦，嗯嗯，哦，这对这立法委员吼。甲这个司法的一挂人员吼，我本身是实在是看袂住。嗯嗯嗯。哦，第二点就是讲，因为我本身是从事国际金融啦。嗯。哦，所以我碰到真侪国际诶富人社友，甲这个国际金融的朋友吼。是。欧美的朋友吼，因咧讲啦。嗯。无看讲一个国家将家己的民主自由吼，当互对方吼，伫咧咧糟蹋啦。嗯嗯。哦，所以这款咧吼，因实在吼，我都想象啊，我都认同啦。安尼吼。啊，香港的朋友，我拄啊甲前几位的迄个来宾吼。差点的地方，都无同款。香港甲澳门的一挂朋友甲阮交阮讲吼，因真担心讲台湾吼，被一国两制。哦，被一国两制的人吼，没有样板的嘛。以后中共要怎么玩，随便他玩的。嗯，我懂你。所以他们非常担心以后台湾不能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吼，港澳也会受影响。好，李先生，感谢你，感谢。所以好，谢谢吼，因为时间有限了吼，来，基隆杜先生，杜先生，杜先。啊，瞬间你好，你好，杜先生，你好哈，你好嘿。我有一个想法啦吼。好。这个蒋介石来台湾赚点的钱吼，嘿。诶，进前吼，什么人统治？咱台湾的名就是叫做台湾。嗯。哈。伊来台湾以后，伊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这个席次吼，这个你来讲话，这个席次吼，是代表全中国嘛吼。嗯哼。啊，这个尾后呢？中国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取代台湾诶，即个中华民国以后特别是，中华民国是台湾已经无去啊，即嘛台湾所出诶是甲剩中国国民党来了。